这儿有好大哦，那可能三百八十斤，王子都捡了两盆，那送我朋友嘛。毛主席四百多斤喽。那肯定四百多斤啊。我看下那些王子好些，嫩嫩的。你谁少些？赶紧来捡了都。要不，两条水就够了。黄金少壮了都。王子的花姐。好了，那你的姐姐。老李，火烧了哈。好。不敢烧大日子，那闷一个我在炕头。中了，给弄点去玩我了哈。你三别说了给，那是猪。你给俺说了呀。哦。哦，好像没得事了。那小伙弄牛，我头里晚上点火去了。来到。好，李罗。 那我骆驼看书了没有？哎对，今天媳妇儿今天好，我让你烧火。这又是烧灯大火了，灯大火就不得起风火呀。这东西就灯大火呀。 这个是太阳火的灯了吗？还要我对上我一点问呢？要答应的宝贝。要不要？要。我这么多，哇，这好多啊，宝贝！哎呦，给我！要不要嘛？